嗨，今天我要去我大舅家，因为我月底就要回新加坡了，就是在8月30号我就要回新加坡了。那正好我两个表亲，就是我的表妹跟我的表弟，他们呢9月份开学，大学开学也要去上学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大舅妈就在家里做了一桌丰盛的午餐，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去到我大舅妈家，然后就是小聚一下吧，全家团圆的感觉。然后正好也是明天呢，我会跟我爸爸妈妈去潮州玩，所以算是在离别前的最后一次聚餐。加码成功。车驶不来，请坐。我们刚刚坐公交过来，很快，差不多可能10多分钟吧，就到了。现在我们走到了小区里面，这边呢，现在的小区它的配套设施都非常的好，就是小区楼下的绿化都做得非常的不错。然后，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以前我们老家的地方，所以现在住的这每一栋楼都是以前老家那个新村的邻居都住在这边，所以就来来去去，我外公都有碰到认识的人。这个时候会帮你拍，帮你拍。我来参观一下你家，你来介绍一下。这边是我家的客厅，这里是茶几。这一个客厅非常大，客厅好问题，问题呀，非常宽阔。你还咋的？你可别提呀。对呀。太烫了。回味良久。你的味道如何？好。这是今天的第一杯茶，它这个是肉桂茶。哦，这个茶非常的涩，就是有一种。这是？你确定这个不是铁观音吗？我这个感觉有点像铁观音。烫死我了！来来来，你介绍一下。这边是什么？这里是我的房间。还好啦，不是很乱。好，下一个房间，这边是客房，会放一些我爸的衣服，然后放一些书本什么的。下一个房间，这里是主卧，主卧就是我爸爸妈妈住在这里的，这里会比较大一点点。挺大的，对，比我那边大。淋浴房，yes。然后在那个淋浴房的对面就是洗手台，对。耶，参观结束，再回到客厅，看爷爷在干嘛。好舒服，坐在这边。小舅，嗨，看看，很帅哟，要给他多拍一点哦。对，这是我小舅，他在画到国外网站去啊，你知道吗？给他讲两句。哎，我手机脑。菜已经上的差不多了，要吃饭喽。这是白斩鸡，这个是柠檬鸡脚，对，中华鲟汤，那个红色的汤是因为它是放红菇。这个是红烧排骨，对，板栗排骨。这是什么？这叫什么鸭？药材鸭。对，就是药材鸭。药材。对，这个呢？这是鸽子汤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，这个是粉皮，这个是我们这边的特产，也不是，就是本地的一个特色菜。是啊。然后是这种透明的粉皮。然后煮，现在是煮的一些虾米干，还有笋丝、金针花之类的，非常好。这个大号，
这个是清蒸，哎，这是煮的对吧？那个白斩鸡，这白斩鸡吧，白斩鸡是那个葱跟姜有没有剁成丝啊？剁成丝，然后加上去盖上去就是了。这个长汀的和田鸡啊，和田鸡做的，然后它这个来烫完以后有没有那个放到冰水里面过，然后再起来过几次，就是肉比较嫩是吧？啊，它那个皮里面比较 Q 弹。这廖上家，廖上家他用十几种那个中药材有没有啊？二十多种。中药材，还有那个啤酒啦，干蒸是吗？没有，来那个它的料子里面，先要拿去那个炒干了以后有没有？然后再放那个药材，然后再那个啤酒放下去，然后是熬干就是。最后面出锅的这个是梭子蟹，梭子蟹是当季的，现在是这个季节正肥美的时候，对吗？对，冬是东海的。哇，好烫死我了。嗯，剁椒鱼头就那个鱼头给它对半切了以后，经过腌制，然后放一点那个泡椒嘛，就是那这个上面就是泡椒去蒸好了以后，就是当时泡椒跟姜丝嘛去蒸熟了以后，上面切好的辣椒碎撒上葱花，还有这些拌面条去油泼一下就可以。你最喜欢吃哪一个？你最喜欢吃柠檬鸡爪，陈志平嘞。我你喜欢吃这个白斩鸡，对。那爷爷你喜欢哪一道？你喜欢汤，鸽子汤。就是我们的菜一般都是吃的比较清淡的，清蒸啊，然后或者是一些有一些红烧类的，然后但是汤比较多。看我们今天这一桌就有两个汤，所以就是汤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，就是每餐必备，就是每天一定要换不同类型的汤。然后那个汤它也比较讲究，就是根据这个当季时令啊，然后季节还有这个天气会变换不同的汤，可以就是等于说养生滋补类型的，然后或者说比较天气燥热的时候，就会煮一些比较清热解火的汤，大概是这样。来，像代表我们大家讲几句话，大厨，大家尝尝我的手艺啊，提一下意见，宝贵意见。嗯，哪里学的手艺？就这边吃那边吃，嗯，然后就回来自己试做哦。自己在家琢磨出来的手艺，琢磨对，我对烹调这一种还是比较有研究的哈。做蛋糕就不会做了，蛋糕不会，这个细活我不会。对，它细活，对，跟你讲一模一样。对，要第三个，还给你老爸，你老爸怎么样？我从小就在外面，肯定没这些菜，就有就有，他给他看嘛。你们讲龙岩好的，为什么要放锅？准备要一个个翻译，跟鬼一样。你经常教不教啊？有，就是啊。黑黑干，我跟你讲，你叫我干那个西家的，你好改变的改变。你是买那个黑节虾吧？对啊，你听你啊，今年还可以。要行不行？我是妮妮香，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。